你知道吗？在我们的体内居住着一位性情耿直的将军，他任劳任怨，不知痛也不知道累，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愿意自我牺牲以挽救我们的生命。当然，他的无私品格也造就了他具备再生的神迹。然而，他的沉默寡言却使人们常常忽略了他的健康状况。他就是我们体内非常重要的器官——肝。肝脏承担着我们身体的生产加工和废物处理的重要责任。肝脏就像人体内的一座化工厂，掌管着糖、脂肪、蛋白质的解毒与代谢。人身体内大部分的新陈代谢和对有毒物质的转化全靠它。人们常说心肝宝贝，肝确实是人体最宝贵的器官之一，许多病都由肝脏不适引发，因此有一句古话，百病从肝治。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应避免哪些行为来保护肝脏呢？喜欢经常熬夜的人请注意，肝脏排毒时间为每晚11点至凌晨2点，但它需要在熟睡中进行。熬夜会影响肝脏排毒，导致新鲜气血无法生成，肝脏细胞难以修复。如果您长时间使用手机，肝开窍于目，久视伤血，肝血不足，视力会下降。有酗酒行为的人，过量饮酒会伤肝，容易导致肝炎。过量服用西药，许多西药有毒副作用，会伤害肝肾，长期服用会对肝脏造成损害。饮食过于油腻，油腻食物中的脂肪需要胆汁消化，过多摄入会导致脂肪堆积在肝脏，引发脂肪肝。容易发怒爱生气，气为百病之源，生气伤肝，久之肝血必定亏虚。长期抑郁，心情好会疏肝，长期抑郁会导致气滞血瘀，引发多种妇科疾病。因为肝脏问题初期症状不明显，常常难以察觉，导致肝炎、肝硬化、肝癌等疾病发现时已为时过晚。为了减轻肝脏负担，降低罹患肝病的风险，除了避免以上行为，推荐一种纯天然护肝产品，根王肝宝宝。肝宝宝有水飞剂、糯米果、姜黄、五味子、谷胱甘肽、木犀草素、白藜芦醇等有益肝脏的草本植物制成，主要成分包括水飞剂宾保护肝细胞膜，改善肝功能，预防肝损伤。糯米果含丰富抗氧化物质和多种维生素，保护肝细胞。姜黄素抗炎作用，减轻肝脏炎症，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。五味子增强肝脏代谢和解毒能力。谷胱甘肽帮助肝脏合成和分泌胆汁，促进脂肪代谢和解毒。木犀草素抗氧化、抗炎、解毒，促进肝细胞修复。白藜芦醇抑制肝细胞的氧化损伤和炎症反应，促进肝细胞再生和修复。根王肝宝宝适用于饮酒过度、肝功能失常、高胆固醇等人群，有助于保肝护肝、抗氧化、解酒醒酒，保护心血管，阻止脂肪肝发展，促进肝细胞修复和再生，增强肝脏活力。愿大家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，注意保护肝脏，与体内这位勤劳的大将军一起同甘共苦，共度难关，长保健康。根王肝宝宝片剂售价新币58元，在新加坡各中西药行均有出售，询问电话6562-5526，6562-5526。